大家早，我是你的好朋友泰瑞。然后今天要从那个 Negrera 然后到下一个城镇，今天要走差不多31以上的那个公里数。可是其实走到后面，其实对你来讲的话，其实30公里开始觉得真的就是还好啊，就是也蛮简单的一件事情。只是说昨天呢、晚上啊，就是有下也蛮大的雨，我想说早上说哇塞，该不会要穿雨衣走路吧？就没有，后力嘎仔，好了，赶紧走吧。终于天亮啦、然后我今天从6:30开始走嘛，然后走到现在啊，也差不多1小时多，整个天都亮了。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，因为那时候我刚来的时候啊，然后因为这些，你们看到我旁边这些，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说是甘蔗，多无知啊！它其实是玉米。然后我心里面那时候还想说，哇靠，他们种多甘蔗，那他们这边果糖一定是很厉害。然后直到往到哪里，潘波罗纳还是哪里，反正那一整片然后又长玉米，我才觉得说我自己也太无知了吧，那明明就是玉米，然后我还说是甘蔗，闹不闹？真的是很闹。早上啦，早上啦，其实说实在的，从圣地亚哥到就是世界尽头啊，这一段路啊，基本上全部都是在爬山啊。而且你知道怎样吗？而且这几天的天气就中午就到38度以上了，我的妈，到底是怎么走啊？都是热到就是脸像皮蛋一样，又黑又臭了。刚走一阵子啊，才发现到说，这我是第一次看到有用石头做的储藏室，哎，半间都是用木头的，哎，这很酷啊，这个。怎么叠的啊？它怎么叠的啊？真厉害耶！我今天的行动口粮是不是很丰富？我昨天买的，这样一盒才3欧而已，超好吃的。因为现在是他们的季节，所以东西都很便宜，3欧而已，那么大一盒，行动口粮太棒了。其实从那个圣地亚哥啊，要往世界尽头啊，这两天的那路啊，全部都是在爬山，都是上坡，你知道吗？这完全都在上坡，都是没有什么在下坡的，超热而且很累。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它的怎样上坡，真的很夸张。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，都是长这样的啦。我就问，疲惫。太多乳牛了吧，好近哦！哦，很多哎、欸！哦，他们想说 fuck off， 他们一定觉得叫我赶快滚，吵到他们。哦，哎、太近了吧！他们很冷眼看我，他们就觉得很烦，快滚！真的，然后我今天的房间是8人房，我是睡这一边8人房。哎，它重点是它是很像那个台湾的背包客栈，它有窗帘。而且现在怎样吗？现在是因为已经到后面了嘛，越来越不想住没有冷气的，所以我现在网络上面看，第一个要冷气，真的受不了这边的很热，然后睡觉流满身汗，所以选有冷气耶。今天这就是我的房，这就是我的那个、床，然后有拉门，跟台湾的背包客栈蛮像。今天这个房14欧，还 OK 啦，都快结束了，好一点嘛，吹一下冷气。现在肚子饿，想要去里面吃这一间啊，走，跟我们去吃。
今天走了34公里，然后就到了碧湖左边附近的餐厅来吃一下这个章鱼，好好犒赏一下自己。它的口感比较偏软烂，就是没有那么 Q， 可是还算蛮好吃的、啊。之前的比较好吃，这个就还好一点。可是走了34公里，看到有热食东西能吃就好了啦。它下面是马铃薯啊，先点它第二道是那种嫩的意大利面，这种感觉好像很像会踩雷。它最后一道是鱼，哦，这是薯条，这很崩溃耶，这是薯条，鱼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，感觉很多刺。就刚吃完哪里东西，真的觉得不知道在吃什么，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在吃什么，就我觉得不合理啊，还花了29欧呢。就是刚吃完饭啊，然后也洗好澡出来就是走一下，然后因为明天要到世界尽头，可是今天是礼拜六嘛，就是啊，今天是礼拜五，然后明天是礼拜六，然后有个尴尬一点就是说他们那个公车班次是非常非常的少，所以我就想说。因为我本来最终目标是去那个木下，木下可能之后就要参加一日 tour 了，因为礼拜日的话，木下那边公车是比较少，基本上是没有了，然后就想说很尴尬，因为礼拜日是那个主教堂的那个重头戏，就是那个大香炉，我不想错过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好吧，那我明天就稍微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去做，然后不管怎么样，明天就先走到世界尽头再说啦，那看怎么样再说。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为止啦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